就武汉市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新发肺炎病例，今天武汉有关专家回答了记者。新型冠状病毒目前的情况，我们国内的疫情情况，我认为是基本上进入尾声了。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你们这样一支青年突击队，突击队精神。加油！加油！相信你们会继续干得很好。脚步匆忙，监督服务安全有保障，咱既坚韧又富热心肠，抗疫前线战壕岗，知己问责绝不徇私，一身正气刚正露锋芒，咱既坚韧又富铁心肠，一腔热血有担当，热心肠铁心肠，热心肠铁心肠，侠肝义胆骨刀热肠，大爱温暖天地间，迎来春风刮开遍地乡，耐心脚步匆忙，监督服务安全有保障，咱既坚韧又富热心肠，抗疫前线战壕岗，知己问责绝不徇私，一身正气刚正露锋芒，咱既坚韧又富铁心肠，一腔热血又